今天得买牙膏了。这两天没有牙膏了，就把那个用，实在没有买牙膏了，就把那个牙膏已经挤不出来了嘛，然后就把那个牙膏皮剪掉了。This toothpaste. This is. This one. This is toothpaste. ¿Cuánto se la das? How much? Yeah. How much for the tooth? This the toothpaste. This is tooth.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他那个是6美元，6美元有点太贵了，6美元。有点哦，sorry。他那个是6美元，有点贵，6美元。我记得以前在 Big Lots 超市买那个牙膏是1美元，再加税，税可能是大约几分钱吧，几美分，8.5%吧，就是1.08块。这两天没有那个牙膏了，就把那个也挤不出来了。好在那个牙膏是塑料管嘛，就把它拿剪子剪开，然后。这样接着用啊，前边不知道是发生什么情况啊，有这个两个警车在那停着，这个路口还真的是挺复杂。其实刚才那个摊位，那个男的后来喊 friend 嘛，那个是好像充满敌意的一个人，每次我过去的时候，他总是有点找茬那种的啊。后来他叫我 friend，我也没理他，我就走了啊。那个，这边是警察，不知道在做什么，可能这边在处理什么事儿吗？可能是，不知道是怎么一个情况。警察都戴着黑色的口罩，警察戴着黑色的口罩，福特，他们开的是福特警车，走了。四散逃去了哈，不是四散逃去啊。这边好像没有牙膏，所以说也是有些日用品现在应该好久没有去超市了。这边还在检测吗？做病毒检测吗？How much the toothpaste? This one. 2 for 5. This is big one. This $2. This more small one. $2. How much? How about $2? One. This is $2. No, this is double. This is $4. Four dollar only one. Okay. Yeah, this guy is 2 piece. And I want to have a look at this one. 250. This one. 250 each. If I bought by two, how about $4? Yeah, 2 for 5. Yeah. 2 for 5. How about 2 or 3? 2 for 4. No. 2 for 4. This. This one 2 for 4. Yeah. Okay, I will have a look at it. 这个是，他说这个是2.5块一个。他这个日期是什么时候？日期是2023年。然后这个日期呢是。也是2023年，这个日期是等什么时候？也是2023年啊。OK，this two，this two，yeah，this two。Thank you, sir. I will take money for you. 5美元啊，他这日期还不错。Thank you, sir. Have a good day. Yeah, good day. 所以说，这个就在路边就买了，就不用去超市排队了。因为如果去超市排队的话，这边也有牙膏。今天摊点还挺多，今天还挺热闹。今天。今天挺热闹啊！今天什么日子这么热闹？
然后再去取点款啊，取点款。前边这个妹妹身材不错，是吧？这妹妹就是走路姿势有点没调整好啊，但是身材不错。在美国这边身材符合咱们华人审美观的不是太多啊，有好多都是特别壮硕啊。前面有一个美国银行的一个营业网点啊，到那儿去取款。取得款啊，我这个手套应该打开。刚才女的说 I know, I know。在这等着。取这款。现在美国这边也是感觉不出什么疫情不疫情啊，大家都正常的这样的。看一下啊，密码。取个现金，最多只能取1000，所以就900、960、980、980，是的。哦，这个太多了，这个太多了。以前试过，如果选100的再选20的，有的时候它会被拒，所以就都选20的吧，然后花的也方便一点。那种100的用的不是太多，不要手机。起来了，走了，走了，走了。哦，来，看看啊，这边是一个乞丐吗？这边不知道是不是乞丐啊？这块还挺热闹吧？这边，然后这边是人们的在路边吃饭啊。大家好像对这个病毒都已经熟悉了。对面这个先生戴一个绿绿的帽，戴一个绿色的帽子啊，挺有生命的颜色啊。到处都是口罩啊，都是口罩。这边是卖的玩具熊，这边。是拉丁美洲的音乐啊，没想到这一头扎进拉丁社区了，吃的东西啊什么的也都是拉丁风味的。这卖的什么东东啊？这边是公交车，不上，我不上公交车，不要等我，不要等我。sorry。真热闹，还有不戴口罩的，是吧？大家反正看新闻呢，都已经是50多万了啊，确诊，大家都有点麻痹了。那边有一个流浪汉，有一个乞丐啊，在那拿着一个棍儿，那挑那地上的，挑地上的东西。这个流浪汉没戴口罩啊。天还是有点热。这个小狗在狂吠，小狗。它失去了
对社会的认知，拿这个棍儿在地上来回跳啊，也挺可怜啊，失去了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你看这边都是路边摆的摊儿，有人拿着两个笤帚，这边是拉丁人的他们这个画啊，这边是他们的小吃，好像是火腿肠什么的哈、啊，火腿肠和圆葱，啊，挺热闹啊，这边人们还挺热闹，大家好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这位女士在吃红色的草莓，好像是，啊，这是老外的这个大鼻子，高高的鼻子。这边在买那个四美，买那个快餐食品。前边有一只孤独的鸽子，这鸽子吃的挺壮实呀，你这营养挺丰富啊。这边是卸货的车，这个车为什么停这儿了？这是嘛意思？然后这一个流浪汉在地上，在路中间睡觉呀，有点危险吧？睡觉别在这儿睡呀，到这个阳光那找啊。如果我的话，我找一个向阳的背风的地儿睡呀。这个小狗在车里的副驾上坐着呢，这边的小狗主人拴着它在这儿。啊，好了，再见了，拜拜，再见，拜拜。我这口罩不错吧？这是在美国这边发的口罩啊。再见了，拜拜，再见。